谓十年磨一剑，我为了怎么升空也磨了十天了。大家都知道 DJI Air 2，它的 Active Track 很厉害，堪比是人脑啊！尝试看看无人机中的捉迷藏，可能是我手机太老的关系，所以它下面附设的相机我是没有办法使用的，所以我在下面加装了一个 GoPro， 所以目前我是要拿这一台去追这一台飞的状况，再用这一台去追这一台的现场直播，然后用这一台去看说前面的路况。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吧？看样子他没有办法追踪我另外一个 drone， 他上面写说目标太小，所以没有办法追踪。刚刚让他用旋转模式去做拍摄，但是他应该是侧边应该没有感应器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差一点撞到树枝。